今天扶摇的官方微博晒出一个搭景视频，边放话电视剧扶摇正式开机。来来来，所长先带奶奶看看人家这6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场地。这一部分宫殿看的所长是眼花缭乱，远远看去这宫殿可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还有网友指出，这满眼的草皮也全部都是真的，而且道具神马的也都很精致。一把兵器要经过16道工序雕琢才能完工，一套衣服要用45天来制造。估摸奶奶秘密和小天的衣服肯定套套都是低调奢华有内涵。所长还在视频中捕捉到了大秘密乖巧的小侧脸，目测又能看见帅气潇洒的男装蜜了。所长就想问你。